中意做 SPA 嘅朋友要留意啦 ！Banchi 旗下第一间对外开放嘅 SPA Center 终于开幕啦！我一齐睇下啲咩服务同埋设施啦，行路。Banchi 旗下嘅 SPA 咧一直大受欢迎，顶级嘅服务同埋设施咧吸引咗唔少捧场客。而位于将军澳嘅月庄 SPA 咧就成为咗集团首间对外开放嘅水疗中心，任何人咧都可以嚟噶。全中心咧就拥有六间独立嘅套房，每间房咧都设有独立嘅沐浴间同埋洗手间。客人咧会先喺度进行脚部嘅清洁，当中最大嘅套房咧更加设有蒸汽室同埋按摩浴缸，好适合一家人或者情侣一齐体验。呢度仲有全港唯一一个泰式浴布嘅水疗设备啊！咁佢针对翻身体唔同嘅穴位去舒缓疲劳啦。咁而呢啲浴滴咧，仲会可以有助人体释放安多芬，成个人就更加 relax 啦。专业技师咧会按客人承受嘅程度咧调校翻水速同埋水压，过程大概维持十分钟左右。介绍完设施，等记者亲身体验下先。完成咗登记同埋静心时间之后咧，技师就会带领入房，换咗衫之后咧就会开始疗程噶啦。呢度嘅技师咧，全部都受过泰国 SPA 学院嘅专业训练噶。完成咗疗程之后咧，技师会敲打钟钵以示结束。最后再送上醒神茶点，包括水果、乳酪同埋热茶。咁而家咧就做完咗成个 treatment 啦，咁佢咧就会有一个 refresh 嘅茶点啦。咁呢个就系我今日嘅治疗师 Buddha。好的，其实呢我觉得整个疗程都是、很舒服啦，还有呢真的有些手法呢是你在外面是感受不到的，还有整个气氛都很好啦，即、灯光啊、音乐啊和一些气味呢都是、会就你 想要的程度呢去搞回的。